截至七日，李阳和王麒麟为台湾抱回羽球男双首金，以及唐家宏在体操男子单杠、李梦远在射击和吴诗怡、陈念琴在拳击项目中各获得铜牌。台湾选手累计拿下一金四铜。更多赛程与观赛重点，关注中央社，让你快速掌握奥运最新消息。